我们看这里哦，它是一个上下行 ABC 当中，线段 AC 是几？ 5 AC 在角 C 的对面叫小 C 等于几？ 5。 再来 BC 是几？ 6 BC 在角小 A 对面叫小 A 是几？ 6 CA 是几？ 7 CA 在角 B 的对面叫小 B 会等于几？ 7。 求多少？求向量 CB dot 向量 CA 怎么算？麻烦你向量 CB 对吧？向量 CB dot 向量 CA 这样怎么算？来，求内积老师在强调坐标或是长度。像这里你知道坐标吗？不晓得，所以说麻烦用什么？用长度来算，它等于向量 CB 的长度乘上向量 CA 长度，乘上这个夹角，告诉这夹角是几？哎，夹角是几？西。乘上 cos 几？西。所以说这时候你观察一下，向量 CB 长度是几？六。向量 CA 长度是几？七。cos 西怎么算？哎 ，cos 西，哎 ，cos 西这时候怎么算？已知三边长求内角，麻烦用什么定理？余弦定理行不行？所以说 cos 西怎么算？先把这六平方36加上7的平方19减掉对面5的平方多少？ 25除以多少？ 2 乘6乘7，之后写到这边6677，可不可以约掉？可以约掉的时候告诉我分母剩几？ 2 分子19减25 24 24加上36多少？ 60。 所以说算出来答案是几？30就出来了。OK， 各位可以哦，麻烦你把它看一下哦。